平口台2022国际文化日，是合被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十个国家的学生诶，向下正的文化实习。各国学生诶都展现出的怎地会做出功夫，从老师都方诶加用意，面地会给展现出来。除台有美食、美拍的姜饼布的创意比赛发通，参赛者听众会去外国学生的、韩国本地的学生的强合作，希望打破语言的交流，来打造出同有特色的姜饼布。对啊，我们就买起来有这种炒泡面。蒜头切香以后，并以红萝卜丝同香菜炒软，再同泡好的泡面并入锅，同咖喱酱放下炒熟，最后落鸡卵丝同鸡肉丝，马来西亚咖喱炒面都完成了，是学生的实验的美食。辣，就咖喱啊，辣椒的那种辣。对印度来的学生诶，同菜皮纹身同同学分享，运用植物性的颜料的眼神和画图，呈现发通欢乐的气氛。这个是开乐的时间都可以做，那个结婚啊，什么什么东西，好，在印度、五国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那个南亚洲，他们有这个。平口台国际文化日，除了充满异国风情的文化实习以外，姜饼屋创意竞赛发通，参赛的队伍有外籍生，还有本地的学生的组成，透过语言交流的创造。希望台湾学生可以跟外籍生可以有一个交流的机会。那我们想要借由这个活动呢，就是共创大学四年最后美好的回忆。我告表示受到疫情影响，大部分的外籍生又将近三年无再转故乡，为受到体贴外国游子提重要的建议，替学校办理各式欢乐的活动，希望本地及台湾的外籍生来去实现自情。下届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。